同济的美女多，帅哥也不少，而且不少还结成夫妻。下面这一对把爱情演绎到极致，连南极、北极的冰雪差点都被他们融化。幸亏他们在极地待的时间不长，否则全球变暖肯定不是一个笑话。下面请听同济知名的美女作家陈敏创作并朗诵的《南极之恋》。